是证据在眼前，还是相信自己的直觉吗？就快抓到他，我一定要查个清楚。如果今天我是杀手，你是警察，你会怎么做？你选呢？如果他不是杀手，我也不是警察，可以一起在餐桌上吃着美食，大口喝酒，多好。这起案件跟之前那几起谋杀案相当类似，我怀疑是同一名嫌犯所为。好想要知道杀手长什么样子。你是疯了吗？你知道他们是谁吗？餐桌上只有美食，没有公事。干杯！现在外面的局面，一切都是你安排的。鬼牌。但也得找到他，才能知道谁在下棋。有本事来抢我的位置。现在游戏才刚要开始，先拿到投名状的人才是赢家。局里有内鬼，我们一定要抢先他一步。我相信你绝对是善良的。我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女生，你愿意帮我吗？我也好想知道终结条生命的感觉是什么。只要找到那个东西，双手得沾上鲜血。即使证据在眼前，还是相信自己的直觉吗？就快抓到他，我一定要查个清楚。我培养20年的卧底，到最后还是背叛我。主啊，千万不要重蹈覆辙。如果今天我是杀手，你是警察，你会怎么做？你选呢？